王世宽至尊百家乐，阿基姆。哎，观众朋友，这是我们至尊百家乐。好，节目做了这个3年多了啊，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求新求变。但麻将呢，其实就是每天的求新求变。对，因为呢，所有人都说了啊，人的一生呢，不管你打了多少场的麻将，不可能有一把牌是会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那最重要的，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换一些新血轮，或者找一些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创造火花的。现在我们做了365行，怎么样？新血轮是什么？新血轮。新血，流血，流血。新血轮都一样，有人讲血，有人讲血，啊、哦，都可以。新血轮，不要找机会来挑剔我啊！我找机会可以插话，可不可以？因为我怕你会一直讲，一直讲 啊。真的哈、哦。对啊。两位没有笑不是很好吗？哦、要不然你一直讲，我笑好了。不要啦。我笑比较好。我很累耶。我笑比较好啦。来，马上来介绍，好不好？好，马上来介绍今天的来宾。好，首先欢迎你介绍啊，来宾都是你介绍的。好像变成你主持人对了。好，我们今天特来宾欢迎郭彦均。介绍这三个出人，要先介绍。来，今天我们还有电玩妹妹，来，先是谁？那你刚就讲啊。对啊，还有我们插你的话啊，怕打到，对不对？这个你看，你看电玩妹妹哈，这三个小道宠宠雨杰，哪个先配对好了？啊，这是我爱红娘那个等级。哎、欸，你最近怎么了？啊，我没怎么了，没怎么了，越来越皮了哈。对，没有没有，就开了，智慧开了。当初两兄弟哇，很腼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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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哎，哪个配对了？没有，没有那么急吗？而且都学坏，没有学好的，没有学。我抽烟还是学不会啊。怎么都跟 Junior 抽烟就学坏啊？对，我还是很乖的，我还是很乖的。对啊，就什么先配对。陈翠莲没抽烟啊？对对对，哎，那个节目。说的对，节目已经3年多了，今天我应该可以胡牌了啦。你胡你个头啦！进步，他算是有进步的，真的，他算有用功的，真的，对对真的啊、哦，对，而且我麻将那个打电动的积分已经突破50万分了。哇、哦，你打麻将是因为想看那个沙很大，陪你一起冲。为什么现在麻将大人都要这样啊？不是没办法，因为麻将，你看看这种市场太大了，对，太大，有没有？太好玩了。所有的那个麻将的 online game 太多，有多少？对，有没有线上游戏啊？对，一家一家像雨后春笋一样，多，你想要看到这种商机啊？对，要不然我们这节目可以怎么做到3-4年？真的，收视率屹立不摇，每天都有多少人在看呢？对呀，真的看，还有自己上网去玩，对对，或同时在桌上打，找朋友在打的，对。对，连我现在手机上面游戏都还有麻将，我也有，哎，我也有，对啊，线上的麻将，我都带动的，像以前我手机上都有什么，都有骰子，手机上啊，手机上可以骰有啊，电动的，我那次已经丢掉了。对，知道。对啊，那可以摇，可以摇的那个，摇摇摇，它就会响。哇，好嗨哦！哎，对，好嗨好玩嘛，对。哎，怎么说？你想怎么？没有没有没有，想你妈是？怀念妈妈，还是想妈妈？让我想过了。哎呦！三个不知道会不会打麻将哈？哎，那不重要，那不是很重要。好，对，你要胡牌啊？哎，你要胡啊，拜托。重要是你。今天我如果胡牌的话，把钱全部捐出来，大家吃饭好了。你说了哦，我只要胡一把就好了。你说了哦，所以你们要让我。你讲正经，一把不难呢，不难，一把不难。对啊，屁股也给我算了，好不好？屁股不能算，算你屁股干嘛？没有牌的，一定要积分，好没志气哦。好，这个马国碧啊，来个，在我们节目来讲，算是怪咖了。怪咖，对不对？对。但今天我们看你们这三个凑起来，获胜的三子麻将打得真的不错的。有，真的假的？真的吗？算 OK， 算 OK 啦。我要是跟我们要是真的实战演练的话，你就不行。就是平常有在打啦。对，白龙王哎，没什么白龙王。哎，麻将来讲，如果男艺来讲，算是打得多的，算打比较多的，对不对？圈子几个比较爱打麻将的，马国贤啦，马国贤，你啦，还有谁？张克凡。张克凡还好吧，很爱打，喜欢跟妹辣妹找妹妹吧。他是打麻将的时候旁边有妹妹，哇，这么好，
对，真羡慕，还是不要结婚好。来不及。我说他啦，他千万不要结婚，结婚就死得快，没有乐趣，对不对？对。好，今天好像杨秀慧爸爸，拖线大哥，我以为要讲拖线大哥呢，已经变了。哎，来个手套，为了哎呦，天九都带出来，天九还都带来了，哇，带走福，带走，全带走，对啊，幸运福都带出来。好，来，今天是我们的艺人出来把关，欢迎。好，来我们的电玩美眉来，随时欢迎小道。小道小姐，你拍的是什么样一个电玩？拍的是什么样电玩？是，对啊，算。游戏对游戏是打杀的还是对打杀的博弈杀的博弈博弈是昂赖就对了跟對跟博弈没关系的没有哦就纯电玩的对对不对对那代言这种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挑选比如说挑你的姿色挑你的身材。我挑你的那种价钱，胸部价钱对，胸部就是真的吗？没有了，一分钱哇，那你们这样真的不挑哎，对不对？没有特别选，没有特别选。那你但是还是会有，那你看为什么最后会选到你呢？代言？就可能关系不错，对啊，会跳舞，会跳舞，我就来一段，马上跳，开玩笑，真的假的？用什么跳？来，小道。到哇！哎，后面有六桶哦！哎，后面有六桶哎！六桶！哇！会跳！哦，算会跳的了。哦，好厉害！哎，灯光太暗了，不是太亮了。可以。耶！不错，真的。对啊，你跳过啥冠的哦？会扭。行家一出手，便是有没有？没有。他今天先作弊了。啊，你知道吗？要叫人家打六笔，有没有？打六笔，这真的。什么后面？我来看一下。什么年代还去拔罐？没有，我想说今天应该会刮帽子，有刮。啊？我没有，希望今天是怎么会自摸头子？哪里不舒服？啊？打麻将打到不舒服。真的假的？真的，我今天还去打麻将。真的假的？真的。哇，你那么喜欢打麻将？超爱。那就是说你打得不错喽，这样讲的话。没有啦，希望可以。经常练习的话，应该就不错。有。啊，我们的小道现在欢迎他。还有，接下来我们的虫虫，欢迎虫虫。啊，你们都是电玩展的时候啊，里面去当修个儿，对，是不是？然后有人确评中选的被挑到，然后拍到像是这个电视广告吗？有没有？三个里面有没有拍过电视广告？有啦，我有拍。你有拍啊？我拍麻将大闷锅。哦，真的？哦，最近而已。真的啦，最近还没有上啦。还没有上，已经拍了。已经拍了。那为什么选你呢？可能我比较看起来会打麻将。你们那个专利机。哪个你都注意到这些广告哎？我从来不注意，是最近什么那个瑶瑶上我节目讲他们杀很大，我才知道那个就是叫瑶瑶。然后他们才讲到很多很多，我才知道哦，原来因为很久没看电视。哦，对，对呀，不是我前一阵出国半个月，然后呢我最近回来一直录影，所以我根本都没有看什么广告，我才知道有这么多这一次。对啊，半个月差很多。后来我就每天在看广告。啊，你有刺青啊？哦，对啊。哇，吃的那个地方好吗？那是什么玫瑰吗？不是，这是幸运草。啊，幸运草。哦呦，是那边会很痛吗？你想看草吗？想啊。为什么想试这个？希望自己可以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很幸运这样。哦，那为什么吃在这个部位呢？哦，吃在这个部位哦，其实是以前小时候比较叛逆一点，然后想吃在这边。爸爸妈会管，然后想说衣服可以遮住，就没有，还是被看到。没有，他到时候可以再加一些图案，比如弄一些蜜蜂啊，还是什么，然后就是草蜜啊，慢慢变花也，慢慢去发展就对了。对对对对，搞不好还有向日葵，就一直全身就变。本来是个小菜园，后来变成一个大花植物园，大森林。哇塞。